我们看第七题，他说 A 是这个方阵 ，B 是个方阵、啊、那么 A 的逆为何？好 ，A 的逆号就要等于它的这个行列式，这个减这个了，四九三十六嘛，减掉五七三十五，就是一，然后呢乘以多少哈？这两个对调，九四，这两个加五号，五七五。所以是等于九五五七分四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看呢，这是第一小题。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啊，它要求 x 啊，我就两边哦给它乘以 a 的逆，那就变成 x 哈、哦，等于 a 的逆嘛，啊乘以 b， 这样就多少呢？九五五。五七四哈，那乘以 b，b 的话是四三五一啊，四三五一啊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一乘多少？四九三十六减二十五，十一。好，这样一乘多少？三九二十七减五了，二十二。那这样一乘是？四七二十八加二十，负八，一乘多少？负二十一加四，哦，就是二十一减四的话多少呢？七，负十七啊。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好，那再我们看呢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的话，我那个 a 的逆哈，把它乘在右边，乘在右边的话 ，x 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b 乘以 a 的逆。哦，那这 b 的话是四三五一 ，a 的逆哈是等于这个是九负五负七跟四。好，那这样乘一乘呢，就是答案了。下面乘多少？四九三十六，减掉三七二十一，五十五。那这样一乘多少？负二十，加上十二，就负八，负八。那这样一乘多少？九五是十五，减七，八三十八。好，这样一乘多少？负二十五加四，负二十一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把答案给算出来了。